痛吗？真的？我轻点。哎，不应该痛啊，这个。哎呦呦！大人啊，你这是要改行啊？哎呀，方捕快，来来来来，来的正好。你看啊，我正在研究啊，哪个穴位拿针扎起来会更疼一点。大人，我看你还有些疑惑，要不我给你试试？哎，别别别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别在我身上试。兰儿，过来，来试，来。老爷，跟你开玩笑，我用在别人身上。谁啊？哎呀，就是那个抓回来的革命党人嘛。那小子还挺有骨气，打断两根鞭子都不着。所以说啊，我想用这一招来试一试。这样不妥吧？大人，你真的了解革命党人吗？那当然了，这不是要揣着炸药想炸死我吗？可见这革命党人竟是些亡命之徒，稍有不慎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方捕快，你这就危言耸听了吧？这革命党人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？啊，这种就得杀一儆百。就是。哼。哎，对了，听说这孔雪莉跟他挺熟啊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大人你再好好想想，革命党杀不胜杀，前赴后继，杀了一个恐怕还会有一窝，难道你就不怕他们报复吗？你觉得我会怕吗？大人当然不怕，但这帮人无法无天，到时候专挑您的家人下手，这样的话，大人你难道不担心吗？动我的美人，我可不答应了。嗯，看来大人心里有数。但是就这么把人给放了，那我太没面子了吧？容我做一回和事佬。啊，大人，今天晚上我到连升酒楼摆一桌宴席。嗯，还请大人你赏个礼。嗯，好好好好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嗯，去吧去吧。哎哎，和谁呀？